OK， 在南岛的最后六个小时，我们来到了这个叫做 Castle Hill 的景点。然后这个景点大概是在基督城以西大概一个半小时的车程。然后它的环境大概长这样。刚才对不起，我睡着了，但是有一段非常像合欢山的五岭的路段，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在这附近了啦，但是我没有把相机搬出来。那这条路是前往纽西兰另外一个著名景点，叫做亚瑟峡谷，应该是这样翻译，亚瑟峡谷的必经之路。所以如果之后有机会去亚瑟峡谷，也可以来这个点来看看。那我们等一下就会沿着这个山径进去这个亚瑟，不是亚瑟，这个Castle Hill 这个景点来看看。